觉得这个是个西游记主题的菜单。牛魔王和芭蕉扇，中手中脚中水饺，哇塞，叫花鸡，荷叶饭。这里有今日今日菜单，野三椒牛肉汤。 OK， 因为是我原来吃我一个大学同学做，他是湖南人，觉得超好吃。第二道，我想吃小龙虾。我要吃小龙虾。这是什么？小龙虾。对对，好，好。星星要吃什么？我吃点不胖的都行。荷叶包怎么烧比较好吃啊？荷叶包饭吧。荷叶包饭。牛舌，牛舌可以。牛舌。牛舌。这个可以。火烧牛魔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来做个沙沙冰吧，茶茶茫茫，绵绵冰。我还想做一个中水饺。杨梅，我倒要做一个冰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个西游记主题的菜单。牛魔王和芭蕉扇。是。这是个什么？虾兵蟹将。虾兵蟹将。那我们就这样，我们请乐乐跟黄老师先简单的开始处理起来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通过一些简单的游戏啊，决定哪一组去帮厨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我跟嘉尔一起拿进去吧，一起。好，我先跟你拿进去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来来我们来，我们来，乐乐帮个忙，煮一下那个水饺。好，我在这边煮吧，好吧。哇，好香哦，可以放冰箱吗？你们切的果盘是吗？哇，中手中脚中水饺，中水饺。哇哇，这荷叶饭厉害了，好香啊！哇塞，叫花鸡，荷叶饭。我说叫花鸡就是叫花鸡，叫花鸡，听我的。好。杰森，好，我们也请你去，我们俩演。Action。哎呀，你们做的好慢啊，还要等多久才能吃这碗饭？不付钱了？很快的，很快很快。还要等多久啊？那你来吃就不错，给我坐那等着。怎么那么凶啊？我只会演这种戏嘛。那我来演，你凶我就。这饭还要等多久啊？很饿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。先亲一下他切的。哇，他切的怎么这么好哄啊？要不然来。